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日常。今日几位点心师傅会用一种新款的面粉来整包，亦都会整一款新款的馒头，走样馒头。所有的设备都是相当的专业。今日我们要试的这一只面粉就是蒙古的大发工。这些就是纯属本地小麦做的。本地是你所说的本地是哪里？就内蒙古咯。哦。这个大发工呢，就是那里隔离有一间教堂，叫做大发教堂，又叫大发工教堂。嗯，用了这个面粉都会大发啊。所以改名呢，佢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噶嘛。嗯。你们还没讲啊？第一次到第一次这个面粉，啊、我的性能，我没用过，没讲没用过。这面粉你这个在你这个在北方估计才能买得到，在中部都买不到。这里有多少斤面粉啊？这里有两公斤。两公斤四斤哈，放了多少酵母？放了百分之一。百分之一的酵母，多少水啊？50%水。这炒菜呢？两公斤面粉。一公斤的水，一斤面粉就五克所有的酵母。你们用过做过这个面粉没有？没做过。我也第一次做。估计这个在十分钟左右吧。十分钟左右。这个面呢，就是做包子肯定是蛮好，嚼劲。但是建议你密度够是吧？筋度。对，建议你这个面打好了之后发一会儿。再做，因为它这个面和我们平常用的广东的低筋粉不一样，要不然你这个做了就它这个筋度很大的、啊、对，最好的，你看这个面要搅的时间比较久，这样搅劲很大，对，哎，这样子更大厉害，跟麦刀大，麦刀大，麦刀，你食落个口感，先试一下啊，发一会儿再做，发多久？半个钟，而家就等面起发半个钟，跟住师傅就用佢已经发酵嘅面，再排气做走样馒头。排气，要做面，像做面包的工艺，这个就是做面包的工艺。做面包，我们不压面。里面酒酿和那个面粉的比例是多少？酒酿呢，就是你看你自己。看你自己喜欢、哦、一般的话我们就是面粉的12%左右就很明显的味道、哦、如果要浓一点呢你就多放一点。就是他做酒酿馒头，师傅说这个走样馒头的整法同整面包的整法是一样的吧？这个面、哦、就把水换成了酒酿的那个红叶就行、老师傅有疑问，应该打得这么长、问一下，为什么你打的这个比我们平时做面的那种要稀很多呢？对，就我们是比较干一点的，为啥呢？我这个像做面包一样的，就是像做小馒头一样的，做面包的搅拌。然后就把餐包皮上当面包。啊，面包餐包皮。我这个属于高含水量的面团，60%的水、对，你看我们平常的那个粉才50%水。你这些全部。低筋粉还是什么？中筋粉，中筋的吗？对，用面包的工艺来做馒头。对。师傅话搓走样馒头的时候，表面就唔使搓得特别嘅光滑，面团亦都唔使过压面机。听闻走样馒头喺江浙沪一带卖得就比较好，广东地区就暂时比较少。跟住仲要发酵40分钟左右，发酵40分钟左右。蒸出来这馒头颜色会白吗？真正的好面粉就是奶黄色。咪话300几斤，100斤嘅小麦出12斤嘅粉啊？系啊，蚊七嘅小麦收翻嚟噶，所以我够胆讲，除我之外，我又买到一只面粉。发好喽！那不是啊，大发工面粉发好啦。这个冇咁削啦。这个你看，你唔要咁软啦。啊？再排气。包咗嘅面粉仲要经过搅拌再排气，然后再过压面机，来回反复几次压到佢顺滑为止。好香啊！第一次，我哋嚟所有嘢，包括面条也好，干咗再煮就唔好食噶啦。
我对做生意的，我很舍得的。对做生意，前面没让他去花几万块钱左右，不行。对，就做生意不舍得不行啊。啊，是吧？你们何姐啊，我原来有压面机，原来有搅拌机，只要朝他去吃不行，就放。就按他的要求放。真贵。鱼塘啊。对呀，我们都是没吃过，感觉。这个一个多少克？这个可以做五十块面，三十块线、哦，这个随便做。一共就八十克。对。哎，好屌！我姐最有代表了。众大师出手啊！你睇，有出体嘅，有称嘅，有整皮。准。准啦。我到美容。想准啦。你哋有人练噶，即系。还俾学校啊，连啲有厂啊俾学生考试啊，五十克，不过咧就有一个反弹度，就出嘢几多克，全部整啊，大师，我这包的包子还可以吧？非常不错，俾我的好，所以我们不敢试，我的好还是他的好，你的都好，两个都好。呢啲就叫做雀笼型嘅包啦，你哋睇下啲纹路接得几靓，也要发酵四十分钟，很快。哦，这个上面刚才的已经大了哈。对呀、啊，非常快，酵母好，哎呀，哇，好啦，端到哪个？放那边，准备蒸，准备蒸了。哎，放在你那个，放那边去嘛，准备蒸，好。轻一点，重了就跌气了。太紧张了。一会儿就不行了。上面轻松嘛。你看是几斤半的了？几斤半？8斤的。12分钟。上面轻松嘛，我这个有。是啊，整个房间都香的。香味儿。是有香味儿的，对吧？嗯。是不是有香味儿？哎，啊，早喝没有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不一样。喉咙，闻到了香味。酒香味，酒香味。对。形状就是这么塌塌扁扁的。对，它理想就是50克的面。如果是卖个两，哦，50克的面。哦哦哦。不用卖。这个准备卖多少钱？是这个馒头不要这么捏死。捏得松一下，我这我看一下它。啊，吃还有讲究？那肯定啊，吃馒头有讲究的。嗯，松一下。嗯，嗯，有嚼劲。有嚼劲啊。对，热的就不要捏得太死。这个馒头你要放完全冷了之后，它的油脂就很明显。它放一天就是软的。我热着吃一个，软的不凉着吃一个。对。你看起来其貌不扬。一吃那种唤起了那种记忆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儿时的记忆。对，我哋用大发工面粉整嘅包，亦都已经发好咗啦，而家可以攞去蒸啦。这有肉的蒸多久？大概十，在我们这个蒸笼的话，因为这个包子比较大嘛，大概14。好，这个还是14。千出万唤使出来呀、啊！啊，那个吃包子就要吃热的哈，吃热，小心烫人。好烫！说小心烫人嘛，就已经出来了。真的有嚼劲。他就是哇，还有吃货都要嚼给我。还有我到前沿去的嘛，那个很香啊，嗯，很香。这个面还有一包，这包平常来吃咯，内蒙古面粉，系啊。同头先嗰个走样嗰个面粉有乜唔同啊？入口蟹同黄，有咬劲同冇咬劲，就咁简单，味道一样嘅啫，放嘅糖放嘅咸一样。食多只，几好食。今日试咗两个馒头，三个包，试完都饱晒啦，中午饭都唔使食啦。今日嘅视频，我嘅工作日常，
试湿面粉、试酒酿包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点点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啦。多谢你哋嘅支持。